就是你喷点光空明。我可以喷那个滴露的那个，那个是直接，因为我主机买的是免洗的洗手液。哦，也行，那个也可以，就是你要愿意的无私一点的话，你就把洗手液放家门口，你就直接说，你就把你其他事你其实全都知道吧，你这个你 house 里面的。进门都一定要怎么样，你就放门口让大家一起擦。如果你有无私点的话，厨房旁边都放了洗手液的、那就让他们自己去擦吧，你就擦好自己就行了。你的自觉就是自觉，你不自觉干啥都没用。我看我直播有没有了您的频道，好，已经开始 stream 上了。我操，竟然能听我自己说话。